家来的钱嘛，要这个交钱嘛，带我们，然后这个这个这定位差了，别人家来谁他妈来没有去谁的了，喏，没有去谁的对，赚的了都没有看他的了，喏。年纪大了，我就老老老老人家是一个叫那个，俺那我冷冷的，没有人呢，奶奶呢，奶奶留的，这大爷三年没叫阿三奶奶去。爸爸，爸爸，那现在没爸爸，不叫那爸爸都尿满他的。我不得好啊，四楼人又没得呗，没家给弄嘞，别种嘞，没留着，俺没办嘞。我就得有，原来味道，闽南的地样的嘞，变地里包味道，我那几块砖嘞，地样的。他们比都人呢，不快加呗，他们比都娘里头就能说，的巴不得过来，我那表姐来的包包，然后就能不打算你嘞，娘里头来要继续来了就嘞，出来山那里的估计就是假的吧，来嘞。阿三，你那时候来啥呢？然后地刚就对面啥，偏偏偏偏是哪里？现在嘛，我那木啊。没住啊，看啥的，我那没有。阿三，你刚上人家，我这都没有老别的，见到了这都，我刚就第一部来看啥的，见到啊，哎，云南嘛，我缅甸啥没，包旅游包过来嘛，给阿三你刚上有点把这都标准了。Thank you.